彩云，就读正文农工电机科高三。那其实我没什么兴趣，我的专长就是帮我爸工作，就是周末乐趣。那我书读的不多，那我想法很多。所以说我这次很高兴他能抽到克罗埃西亚，那因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事，真的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妈妈。所以说我讲白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们孩子是也是